这边都是金矿。这块山都被挖平了。朋友们好，今天是我在西澳荒野挖金子的第20天。那今天呢，我来到了一个废弃的矿区。那这片金矿呢非常大，周围到处都是那个矿井。之前呢，我在这片矿区的背面，挖到一些还算块头相对可以的金块。那今天呢，我就来到离这个矿比较近的地方再来试一试。但是呢，这片区域因为矿比较多，有个问题就是垃圾也特别多，基本上金属探测器走几步就会响。但是呢，我们就是要在这种地方探测，因为这个地方黄金还是比较多的。昨天傍晚的时候我过来试了一下，一下就挖到了4片非常小的，但这足以说明这边地里面还是有很多剩余的黄金的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再来试一试。在这边转了一圈，我都快挖得绝望了，全部都是铅弹。但是刚刚这个地方响了，给了我一丝希望。给大家听一听这个信号啊，